踩这个 weak 的车哦，我这个是可以不停跟车，然后不停的换弹，然后打下来，漂亮！我的天 ，DA 这边是直接爆头带走了 weak， 然后羞辱，哇，碾过去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流氓的打法，但是有人逃脱，然后这个毒圈有一点太毒了，可能顶不住了，哇，这个鞭尸车一别掉，哇，什么东西？直接车一甩枪，直接甩掉了 Nico。 这个单兵的发挥，利友一打二，Pick的一个Nico完全没有办法扛住压力。来看一下杨波这个手雷丢手雷的位置非常不小心，哇，又被收掉了一个人头，剩下11滴血，应该是有抓到 CY 的情报了。看一下正南这一波要拉好枪线，感觉 CY 这一波会倒哦。CY跟欧拉的对枪，但 CY 没有看到欧拉，欧拉先手打一个侧脑。 收到1分，但第二名成员 Vance 对枪哇一打二，哇果然这个含蓄的效果还是有发挥出来了。一个我 RKO 一次，没错。这边看一下，三毛这边看到了三毛这边哦，三毛直接被爆头放倒，这边很快速的三枪就直接打掉了对方了。对，然后 DLP， 可是我觉得DLP这个队伍来先来看一下这一波，Sophia率先出枪。 带走剩下的DBF，配上这颗雷，这颗雷就像是世界赛的指定数一样。对，因为他现在等于说他连动都不能动。对啊，哎，你我刚刚还有车子，我记得。对，他真的哇，好漂亮的雷！这超好看，好漂亮的雷！这颗雷就像是世界赛的指定数一样。对，因为他现在等于说他连动都不能动。对啊，哎，你我刚刚还有车子，我记得。他们很早期就来撞这一边哦。哇，有人摔车了，这路线的严重的失误来到了是萨克直接在爆头带走。哎，不然在这边竟然自摔，伤害量就明显不够。这就是为什么连续红桃没有机会。哎，这边直接压上这个位置会很致命。有机会。先看到第一只不出枪，哇，他第二只没有命中。不打第一只，他怎么看
位打得非常的出色，现在打第三次有没有办法？斯巴达这一块的出枪，对方是设定血线，有机会，但是他不敢贸然的探头，因为 MC Cree这把枪很痛，这个距离直接 MC Cree 这一名选手，又升 T2 了，他真的够浪。这个选手他最疯了，这一队他最疯是这样讲吗？对，一个出过世界赛高中生打两个，哇哦，这一波直接爆头，黑帅带走 Peter Pan 了。Peter Pan 太调皮了，真的太调皮了，真的太调皮了。他 KZM 这边抓 King， 一定是要把先抓第一支票的。这边人真的太多了，他也肯定没想到会这么多，打第二支，这些选手 Berry 都用得这么好。